就是我真的是从心里深处一直到目前为止，永远我们爱乡富农会在蓝福良会长运作之下，也就一年多，那已经扩大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是要感恩，很谢谢各位。爱乡富农的这个理念跟初衷，非常了不起，我非常佩服。祝福各位啊，在这样的好的团体的，把原始的初衷跟理念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我相信对于这个我们地球一定有正向的帮助啊！那期待大家都健康平安。今天在这里响应圣严法师的心灵环保这些活动，以及做师父的弟子，在会长、创始会长以及大领导的领导之下，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大家共享美好。所以李山倡议呢，强调是我们透过一个友善环境的土地经营管理办法，来跟环境和谐共生。我们如果能够用一些比较环境友善的方式来去进行土地的耕作的时候，其实这些农地，那希望我们在教育的这个部分哈，能像我们爱乡富农会所赋予给我们的期待，我们把这一块金山的土地哈守护好，把我们的孩子教好，然后让他们未来具有这个信心，还有这个素养哦，去跟其他的人跟万物哈一起追求共好。老天派了两个菩萨在我的后面支持，一个就是蓝福良，一个就是蔡庆昭，他们两个是在我后面支持我。我走到哪里蹦都不要，我想走不下去了，不过他们都还是会说加油吧，向前走。我是觉得说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是需要许多人的努力才有办法之后去做达成的，也感谢所有金山在地的小学，包含金山金美三和中甲啊，之后包含我们隔壁的大农业教育啊，就是一个根本。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组织啊，其实是一个平台，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尤其从金山出发，金山有无限的潜能。在新年度里面呢，就说我们金林环保的在地文化的这推动，这是大家更扩大，更来慢慢来扎根里面。我们要发展一个义工团队的一个建立，而我们要成立一个呢，金花水业李山音乐会筹备委员会，慢慢的直播就可以。那希望来慢慢来扎根，那创造一些地方特色。因为爱乡富农会是大家的，爱乡富农会它是主人，它是一个家庭。那希望呢大家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会努力的，很努力的，用心的来在跟你。那今天的参会就到这里要告个段落，谢谢大家。拜托你。的时候要用到的吗？哎，我放弃。